我的男朋友一定要吃飞行员。这个是丢脸了。师徒俩燃起爱的火花，在专业上我没有做出任何的错误判断。然而信念与情感之间产生分歧。对于你，我这一生都有时间。面对变幻莫测的未来，他们该如何抉择？作为一名飞行员，你们可以做到的，我也能做得到。壮志高飞，每晚7点 ，Astro 全家 HD， 你也可以 On Demand 率先点播。